张内人，你哭了？别怕，我帮你藏起来，你会让皇后知道的。三郎来了。娘，你怎么知道簪子在这里？ 应该一早就不知道想趁机逃跑，圣公，跑了他，我提头去见大王，但也要先训了你们。圣驾至。 太子就这么拿去，告知天下吧。嘉义伯，就算再精明，臣根本就没有写过的东西，他要怎么帮殿下去找？ 大王要我告诉上公， 他,
太子，就算找到了卷轴也不要紧，他自有应对之策。大王一直在骗我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会选中我？你不会想知道的。你一口咬定是一个工人，他是谁？太子今晚不得出宫，明天你亲自送他上朝，把这个人给朕关起来。姑父，姑父，早朝之后再放。殿下要保他一局人的性命，难怪人说轻诺必定寡信，还望量力而行啊。如果没猜错，那个工人已经死了，是不是？三弟，别再说孩子气的话了，不然爹爹又要生气了。钟馗，你在想什么？臣没有。你在想那幅轴是白的，觉得很奇怪吧？你觉得一味的责怪太子，朕是不是糊涂了？臣不敢。朕很清楚，他们两个都在说谎。不过大郎先是朕的儿子，太子先是朕的臣子。明天早朝前，您私底下跟他讲，叫他听话一点，别像今天这么不懂事。你就说这是你自己揣测生意，这不是朕的意思。那个人处置的怎么样了？大王事先也不和小人说一声。你是说轴子的事？己事不密则害成，上宫不要介怀。明天如果闹得太出格了，陛下会不会怪罪大王？上宫明天就看吧，只要他一请罪。
殿下也觉得是我做错了吗？殿下，应该事情一开始就告诉陛下的。我只是想知道，在他心里，大哥和我，天心，何必试探？所以我败了。 还记得三郎小的时候，总爱在前邸门口那对石狮子上玩。朕难得有空，下朝去陪他玩耍。可是他进了朕，撒腿就跑，竟然还说出了他不叫修定权，这样。 大逆不道的话，殿下还是先用膳吧。从一早到现在，还什么都没有吃过吧？陛下说是这么说，心里还是想着殿下的。后来朕并没有想打他，只想让他认个错。 可是他就是不肯跟朕讨饶，一味的喊着母亲、舅舅。那时候，朕就已经不如舅舅了吗？殿下，当众低个头，事情就这么过去了。陛下。
这个大郎，不经冠礼，不但是天下家事，也是天下国事。出了岔子，朕自然要给你们个交代。 皇太子既已供述，不知陛下打算如何处置此事？皇太子的所作所为尚不具备冠礼资格，冠礼先不要办了。太子殿下所作所为，冠礼本来就应该取消。 罚皇太子10亿2000亩，减俸禄3年。储君师天下供奉，削田减邑，于其何损？处置太轻，难服天下。中书令，陛下，此事大不合常理，一定是有重大的隐情，请陛下明察呀。夫之以德义。 失之以教训，是保父之职。储君师德，卢尚书当负守则。李百周，你不要太过分。代乎职守，贻误国本。太子太傅、吏部尚书卢世余，罢职审查。陛下。 这是臣的事情，和卢尚书没有关系。太子，不要干政。卢尚书自负其责，天经地义。构陷国家亲王，是吾人君之道；诬陷手足兄弟，是吾人伦之情；使吾道人为未来主，是陷天下人于水火倒悬。臣不能坐视认同，陛下。 太子殿下如此之行为，怎能安居储君之位？中书令，陛下，昨天冠礼上皇太子对齐王公结之语，天下人都听见了。如果不按国法公开惩治，就等同于齐王有罪。陛下。 这怎么能够说服朝廷有如何说服天下？陛下，臣等请按国法严惩储君。
皇太子，带去宗正司反省，等待发落吧。陛下，臣是储君。 你先自送太子过去。我明白了。不用，我自己去。 陛下，皇太子殿下素来仁孝友善，他绝不会行刺疼之事，请陛下下旨，三思会审，刑部、大理寺、御史台彻查此案，臣附议。皇太子都已经当庭供述了，卢尚书为何能够如此笃定？ 陛下，太子殿下是先帝交给臣的，臣不知道他刚才为何要讲出这样一番话。臣请陛下下旨，允许三思会审，无论结果是否如同殿下所述，臣终当一死，以报先帝。这里是明堂。 卢尚书是大儒，立的是哪门的军令状？
我稍后会向天子和朝廷汇报。中书令，听人说话，切记只听。 两件事：第一，大哥和江上公是没有我和嘉义伯之间的默契的。做什么之前一定要先通气，否则容易让外人钻了空子。大王要我告诉上宫，御史已有成论，太子就算找到了卷轴也不要紧。 大王事先也不和小人说一声。你是说轴子的事儿？现在他手上没有我们半点把柄，反倒是自己一身泥水洗不干净。第二，臣给天子过目的东西一定要事先检查，这是最起码的人臣之礼。齐王。 记住了吗，太子殿下？此女子究竟是何人？这个问题，还是让齐王来告知陛下和诸位吧。还是让他自己说。 真想让我戴上这条带子？大王戴上它，就不用离开小人了。大王一直在骗我，对不对？陛下。
是上服局的内人，无事。大声回答！是上服局的内人，无事。 陛下，昨日冠礼便是听起来似乎是臣刚才的陈述，但内中实情是，齐王因令此人制造檄文，意在冠礼之上，攻节成功。此事偶被上父张士得知，张氏念及与孝敬皇后君臣之意，在冠礼之前密告于臣。陛下，不是臣，反被此人推堕城下。 更是在君父和天下人面前抛出白绫，嫁祸于臣，简直是一派胡言！你百州，你在跟谁说话？臣不敢，但是只凭一个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工人，就能够颠倒黑白吗？不知道从哪里来，钟书令，你的自信看起来比卢尚书还要多出几分。这个人到底知道多少内情？现在开口会在陛下和众人面前说出多少实情？钟书令，你又敢冒这个险吗？ 臣根本就没有写过的东西，他要怎么帮殿下去找呢？你空口无凭！齐王要凭证，此刻就可以昭示天下。 敢这么做，自然有我的觉悟。大哥不妨一试，白纸黑字一目了然之时，天下是会相信你，还是相信我？我的话，大哥不相信。 那大哥不妨拭目以待，明天早朝看看我能不能拿出大哥的远见。张氏告诉我之后，我就模仿大哥的笔迹重新写了一副轴子，让他替换了下来。是你造伪！劳烦殿帅现在就打开。那就请大王现在当众打开此卷轴，看看。 此物此书是否如殿下所言？陛下，臣给他的轴子明明没有。别住嘴！齐王。 你自己跟天下解释吧。大王无言以对，就是默认了。构陷储君，赤足之罪。杜侍郎，你想吃谁家的猪？下官不敢。下官任职刑部，自然深知，即使大王犯律，也在八佾之内。 必须由天子钦裁，但中书令嘛，臣请陛下裁定。臣请陛下裁定。